这次展览期间呢，我们有两个重头戏，就是一个是今年的这个合作，就是15次的绘制一个15米长的长卷，是用来描绘美丽的青岛海滨，就是南边的这个海岸线。然后翻到一个地域，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九号那个室内会区，然后也是按照现场的现场和现场来描绘一下。